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47面，第四行。最后一句，第四行，拔云何名，菩萨不必恼人。若尘因缘，烦恼未起，不明为人。若遇尘因缘时，拳打刀杖，手脚搓打，握口骂力，于如是中心不动者，则名为人。这是什么叫不必恼人啊？首先说明，假若是嗔恚的因缘遇到了，遇到烦恼没有起来，这个嗔恨的行为没有行为，有这个念头没有行为，这个还不叫做人，这不是人生，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涵养。学佛的人讲功夫，到什么时候才是适于不必恼人呢？必须要有行动啊！所以下面说了，若遇尘因缘时，真有行动，拳打刀杖，这打起来了。手脚搓打，把你打倒在地上，所以说拳打脚踢，握口骂你，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能够不动心。这叫人，这个时候真的要人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不能忍，冲突立刻起来，彼此所受的伤害都非常大，化解冲突确确实实最妙的方法就是忍辱。你能忍，问题立刻化解。我们遇到这个情形呢，怎么办？没有经过，学不到忍辱波罗蜜。我在这一方面是在没学佛之前，抗战胜利之后，我在南京念书，我们同一个年级有三个班，
啊，甲乙丙三班，那是我念初中三年级，同年级不同班，我在甲组，我这个同学在乙组，啊，我们也很投缘，常常在一起玩。啊，可是我年轻的很喜欢戏弄同学。学校里面举行图画比赛。啊，题目是孝景写生。啊，到学校就画自己的校园。啊，学校举办这个活动，我的作品呢，画的这张画了，得全校比赛第三名。啊，有很多同学啊，都来赞叹了。啊，我给同学们说，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第三名？我向大家问的话，大家莫名其妙，哎，你画得好啊。我说不是我画得好。每一个同学画的内容啊，都是静态，都是画花草树木啊，这个学校建筑啊，都画这些东西。我不是的，我就画我那个同学，那个同学在写生，我就画得好。我说你们画的是植物啊，静态。我画的是动物，我就这么挖苦他。他听到不但不生气，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发生冲突，他不明为人。这个同学在背后啊，都赞叹我。啊，我常常当他面给他难看。一年呢，一年的时间，我被他感动了，我向他道歉，向他忏悔，很了不起啊！我从他身上，等于说他用一年的时间教会我。忍辱不乱啊！从此之后啊，我就能忍。啊，我在台湾公家机关服务，有一次就遇到一个误会。啊，我完全没有恶意。啊，是在言语态度上的。让另外一个同事产生误会，啊，他对我破口大骂，拳打脚踢，我一句话不回，他打我就让他打，不还手，啊，把我打倒到地，我若无其事，他再打就打不下去了。啊，旁边有个同事拉起来劝导就走了。到第二天他来给我道歉。啊，说他太鲁莽了。我说你很了不得。你隔一天就知道道歉。我说我欺负同学一年之后我才给他道歉。你比我强多了。啊，不但不结冤仇啊，会变成更好的朋友。啊，你看，就是这一念之间，我如果没有学的这个本事，肯定发生冲突。严重了，
两个人都会记过，这个伤害多大？啊，遇到这种情形，要晓得一定要忍耐，人不是输给对方啊，人是真正战胜。啊，这是小事。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常常会遭遇到。社会上大的冲突、族群的冲突、国家的冲突，往往都是小不忍而坏了大事，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接下深仇大恨，如果不能化解，在佛法里面讲，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这就大错了啊！啊，我这些小故事也常常讲给别人听。学佛之后，我得受用。啊，我知道如何化解冲突。忍人之不能。为人之不能为，这是佛菩萨的好弟子啊！前面古大德教我们的三种人，那是总纲领、总原则。第一个要能忍苦，叫内忍，这是属于外人。啊，不能吃苦，成就有限。无论你怎么样用功，你的成就想超出别人，非常非常困难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留下了这两句话，金玉良言。第一句话叫我们一切为师，佛不在世了，我们依靠谁做老师？释迦牟尼佛没有指定哪一个人，只说一戒为师，戒律就是老师。换一句话说，佛门弟子无论在家出家，对戒律的尊重，就像对世尊本人尊重一样。啊，你尊重佛陀，那你就持戒；你不持戒，不尊重佛陀。天天磕头礼拜没用处。啊，头磕破了也枉然，不相应了。如果真能持戒，不磕头，你也是佛的好学生。
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你。啊，以苦为师，你心就是定的，你不会攀缘。啊，老实修行，没有必要去讨好别人。这是正确的，你的道业才能成就啊！啊，所以要常常记住，持戒、吃苦啊，吃苦是好事，决定不是坏事。能吃苦的人，真正有慧有福，啊，福慧都在其中。不能吃苦，不能吃戒，福慧统统没有啊。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啊，全都消尽了，享尽。你这一生没有继续去修啊，佛想尽了怎么办？到那个时候想修来不及了啊，特别是灾难，每个人都关心啊！我今天早晨看到同学从网络上下载一段新闻给我看，这桩事情我们早就知道。地球严重的污染了，我们只知道农药化肥的污染，也知道科技里面的废料对地球也是造成非常严重的污染。污染了土壤，污染了水资源。我们所吃的主食、副食，为什么现在的味道变了？如果我们冷静地去想一想，三四十年之前，我们主食跟副食吃起来爽口，有香味也。啊，蔬菜有鲜味也。现在为什么没有了？看样子，好像比从前呢，长得又肥又大，吃起来没味道。那我们要非吃不可。
有一些科学家在这这一方面下功夫去研究，找出来了，视频里面无论是荤素啊，主食副食里面含着有对人体严重伤害的矿物质，这些东西是科技发展的副产品。我们讲啊，副作用啊，对人体的健康有严重的伤害啊！科学技术的发达，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？把健康付出了，把生命付出了，值不值得呢？值得是少数人得到的名利，大多数人呢，付出健康，付出生命。这是眼前的现象，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往后还有因果报应，那个事情可麻烦了，来生后世啊，这一生的造作，许多事都化解不了，如果我们真有天眼，能看到过去未来，才知道这桩事情做错了，这桩事情祸患无穷。报偿无尽，回过头来问问我们今天怎么办？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去成就，等到这个地球在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来，这是正确的思维。明白这些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自己做出最正确有利的选择。佛法能帮助我，佛法能解决这些问题。
下面的话，菩萨若有人来发启发嗔恚一人，不启发嗔恚一人，是名菩萨不比恼人。别人比恼我们要忍，我们绝不比恼别人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绝不要伤害别人。啊，别人伤害我，原谅他。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想，为什么会这么做，没有人教他了，或者有人教他，他烦恼太重，业障习气太深，虽有人教他没有办法修。这从哪里看？要从根本上看。啊，习性的根本不是本性。啊，他不孝父母，不尊重圣贤，不爱自己，这人可怜啊。佛经上常讲可怜悯者，对可怜悯者就不能计较。计较什么？你太过分了，你怎么可以对他计较？你要原谅他啊，他这个一生所造的行业，果报在三途啊。所以真正明白人，有德行有智慧的人啊，肯定是怜悯这些众生。啊，他对我做出严重的伤害，我也不会给他计较。啊，或者说这个人受过教育，学佛学得很好啊。啊，讲经说法，听众都赞叹了。啊，他要发了脾气，拳打脚踢，这怎么解释呢？虽然他学得很好，他没有根啊。他没有本。那你就得原谅他，学得再好，没有根，没有本，境界现前呢，还是容易冲动，还是容易发作。根深蒂固的人，他能承受得了。没有根，修的时间再久，他再用功精进不懈，都很难啊应付啊外面境界的诱惑。
能在外面境界里真正不起心不动念，心如止水，这个人道业几乎成就了。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才知道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为什么那么重视根本的修学。啊，我们现在人都认为这个无所谓，《弟子规》学的干什么？小孩的事情，学不学没关系。啊，我们学无界十善，可是无界十善学了很多年，一条都没做到。不是不想学，真想学，就是做不到。这什么原因？没根。无界十善的根本，就是《弟子规》跟感应篇。而我们对于根本确实没有意愿去修学，叫好高骛远。我们眼睛看到顶尖，下头无根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不能不认真的就补习，把这个过失补起来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大根大本呢，孝敬这两个字，敬业三福头两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话讲100个小时都讲不完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没离开这两个字。他做到了，他能说能教，我们没有做到。教学没人来跟你学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再看下面第9，云何菩萨悲心人？儿时菩萨若作王，若王等有大功业，为苦众生而作其主啊，是苦众生若来骂逆挫恼之时，菩萨不以我是主故而生嗔恚。
如是众生，我当八季常为拥护啊，云何而得生于尘秽？是故我今悲心怜悯，不生风秽也。是名菩萨悲心人。怜悯众生，啊，举的例子也举得好。菩萨若作王，若王等，菩萨为着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的领导人，他做了很多好事啊，都是为这些苦难众生做的。但是众生个个行业不相同啊，不可能有尽如人意的事业啊，总有一些人不满意。啊，对这些领导人有批评，甚至有毁谤，有侮辱。啊，这些领导人接触之后，怎么反应？如果不是菩萨，是凡人，反应的把这些不听命令的人用法律来惩罚他，这在历史上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把他们列为叛逆之罪。出死刑啊！人民服不服呢？如果这些人骂，啊，回报。要把它原因找出来，要从原因上把它化解。菩萨作王啊，会给大家做好榜样啊！啊，听到人民这些言论，自己认真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这是明王啊，明君圣王，不随便杀人。用道德，用教育感化人民，人民
跟王是一体，相亲相爱，啊，那么这样的国王一定受过很好的教育，圣贤教育、佛菩萨教育，他才能做到。啊，听到别人恶意批评，不生嗔恚。时时刻刻警觉的，怕把事情做错了。啊，让人民吃苦，让百姓受罪，这是他的过失。明君圣王，一定是让人民生活无虑，啊，今天所说的安和乐利也，他心安和睦快乐。啊，生活都能过得去，这是长治久安的盛世。我们相信，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是想追求这样的社会出现，古圣先贤能做到，诸佛菩萨能做到，我们想做，为什么做不到？首先的条件要放下自私自利，这一条要放不下了，全都做不到了。啊，要反过来，念念想到人民的利益，不想自己。繁盛的差别就在此地。如果念念为自私、自私自利，没有不身败名裂的。念念为众生的。功成业就啊，天人敬仰啊，佛菩萨赞叹，后福无穷啊，这些都要靠圣贤教育啊，没有圣贤教育，人不懂啊。真懂了，他就真干
啊，所以他做不到，做不到他不懂，迷惑、颠倒、愚痴，那就得怜悯心了，啊，悲心怜悯，中国在古代可以说是历代开国的帝王，他们做的都不错，所以才能够传十几代，传二十几代。啊，像古时候商朝传31代，周朝传37代，了凡四训，云谷禅师说得好啊，祖宗级的佛大。皆有百世之功德的，能传百世啊；皆有十世功德的，他就能传十世。一般人，社会上也常讲，富不过三代，那就是说，他还算不错，还能传三代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，一代都保不住。啊，少壮的时候发大了，十几二十年就没有了，消失了，家破人亡。什么原因？有聪明没有道德了。有聪明又有道德，才能传世。啊，现在人相信科学，不相信伦理道德，啊，不相信古圣先贤，啊，也不相信什么佛菩萨，啊，所以他的事业一世都很难保全。佛菩萨教我们修忍辱，这个意思太深了。太大了。我们能体会吗？讲经教学，我们在一起分享，肉眼能看见的同学不多，天眼能看见的同学那就太多太多了。
有很多人告诉我，我们每一天在分享，有缘的同学，天天听，成就的不多。那么依靠卫星电视，依靠网际网络来学习的，长时期的熏修啊，真有成就的人，我听说过，非常难得。这值得赞叹的，异类的众生成就比我们多啊！异类是讲的幽冥界。修罗界、罗刹界、魔界，乃至地狱众生，地狱众生能吗？能，大概是少数。他在人道的时候，修集深厚的善根，为什么堕地狱？临命终时，一个恶念起来了，一个嗔恚念头起来了，这样堕落掉。毕竟阿赖耶识里面大乘佛法的种子多，学得多吗？在地狱受苦，容易觉悟。佛菩萨也常常到三恶道去帮助有缘众生出离三途往生净土，这大有人在啊。我们看到现前的世界着急啊，他们比我们还着急。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，其实他们比我们更认真，更努力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苦难众生，要修佛菩萨，如是众生，我当八戒，我们应当要帮助他，要成就他啊，常为拥护。常常要照顾他们云何而得生于尘劳呢？我们实在不应该有嗔恚心，不应该让他生烦恼，这才是菩萨了。是故我今悲心怜悯，不生奉悔也。心平气和
对待一切众生，特别是对待这些业障烦恼深重的众生，慢慢的感化他，让他回头。他不知道感恩，不知道报恩，这是正常。什么时候他知道呢？他觉悟的时候知道了。到他烦恼轻、智慧长的时候，他知道了。释迦菩萨悲心人，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个，云何名？菩萨誓愿人，菩萨作是念：我现于佛前，曾作狮子吼，发誓愿也。我当成佛，于一切生死淤泥中，为拔诸苦众生，这是菩萨初学佛的时候曾经在佛前发过这个愿，我相信每一个出家的同学，甚至在家受过三皈五戒的同学，都在佛前发过这样的愿。愿是发了，没有兑现。这不能怪他。佛菩萨也非常清楚，经典上也常常说到啊，发心的人太多了，真正成就的人没几个。可是发心总比不发心好，这一发心阿赖耶就有种子。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烦恼习气太重，障缘太多，经不起诱惑，对自己有一点小小的利益就变心了。我们看到古今中外，真正修学有成就的人，他有定功啊，我们讲他有长远性，有恒心，不轻易被外面境界诱惑。你在这个山上修行，山上常有，现在是非常普遍，设法来观光、来参学的。跟你有缘，这缘叙事都有缘，看你很欢喜，告诉你，我们那边有道场，
想请你去做主持，啊，到那边去弘法利生，我们拥护你，这心马上就动了，就下去了。把你一生的本愿摧毁了。你还没有成就啊，你就离开道场，你怎么会成就？日本，过去我去过六次，曾经有一次访问比瑞山，日本人称这个山是佛教的母亲。啊，为什么？日本佛教13个宗派，最初开山的这个祖师都在这个山上修行。啊，我访问的时候向他们请教，过去这些大德们在山上修行多长的时间，比瑞山的方丈告诉我，最长的时间30-40年不下山。啊，最少的一个17年，我们中国人常讲啊，7年小成，9年大成。最少差不多是2个9年，他能不成就？他心是定的，不受外面环境干扰，不受名闻利养的诱惑，他能成功啊！我们今天小小一点，不如意就生怨恨，道场对不起他，外面小小一点诱惑他就动心走了。这就是李老师所说的有妙无道啊，不能信教。老师这一句话说得很重啊，我们要能把佛教兴旺起来，你不能不懂这个道理。华严经上佛说得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观经上佛说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我们知道啊，只有修行成佛，才真正能解决一切苦难。成就无量智慧。
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你发愿是普度众生啊。十方刹土，随缘现身。啊，这是每一个学佛同学的本愿，都发过这个愿。如果你能把这个誓愿守住了，当真了，真干，你没有不成就。遇到净宗法门，我业障载重，人在愚钝，只要你懂得方法，守住这个方法，一成不变，十年决定成就。最殊胜的成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这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啊！实在讲，要不要生呢？不要。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，我们读了之后得到一个结论，绝大多数的人三年成就，真快呀！学讲经教学要十年，我只求往生三年足够了。往生比教学还难，往生比教学成就是圆满了，往生是圆满的啊！往生之后再回来教学，菩萨再来呀，不一样。啊，我们走哪一条路？果然，誓愿不同，都是好事情，都是值得赞叹的事情。啊，眼前苦难众生比过去不知道增长多少倍，他们需要佛法，需要真正的佛法，他们需要榜样啊！弘法的人要像释迦牟尼佛，像孔子，身教重于言教啊！所以身行
言教先要做到啊，净宗如果真的能发扬光大，能延续长远，我们要做到什么？我们要做到三学六合，啊，这个三福啊，要做到三福，敬业三福，啊，六合敬，三学六度，普贤十愿，做到才行。啊，你才是真正净宗大德。你给所有修行人做榜样。啊，然后这些人来向你请教，你再讲解给他听。这五个科目我们提出来至少有30年了，啊，这30年中有没有人照做？有，不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没有见过，如果没有人真照做，今天的净土就得不到诸佛护念，善神拥护就得不到。有2-3个人真照做了，我们全沾他的光啊！啊，我们没有感恩的心啊！还有怨言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得的福报太少了。啊，那我们自己的果报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将来到哪里去？不能够怨天尤人呐，全是自作自受。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注解，确确实实末法9000年普度众生的第一经，愿意学习。在光碟上就能成就，啊，刘素云居士是最好的榜样，他就一个人在家里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，极重的业障消除了，
啊，他得的那个病比癌症还严重。医生告诉他，随时有死亡的可能。他没有恐惧，一心一意只求往生净土。啊，一个多月病好了，更有信心了。啊，十年真成就。啊，是我们修学净土，特别是出家的同学，最好的榜样。啊，真正发心。依教修行，他能成就，我也会成就啊！这个事业，发誓愿意，我当作佛。往生就是成佛，啊，于一切生死淤泥中，淤泥是比喻，比喻这个道难行呐。啊，为拔诸苦众生，我们求学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帮助苦难众生。我们自己不能吃苦，怎么能帮助苦难众生？啊，在大苦大难当中，不生成慧，没有后悔，不为苦难，勇猛精进。后面三句话说得好，若我不忍，尚不自度，况利众生。我自己也不能够忍，这个人摆在我面前，一个就是持戒，一个就是要吃苦。啊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这两条做到，才能真正利益众生。啊，苦自己受，乐给别人，这叫行菩萨道。
你所在之处，大家服你。你真正能照顾别人，真正能利益众生。法藏菩萨满足助人，故云人力成就啊。念老在这一段里头把世人记录下来啊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。他老人家的苦心，因为佛在经上说过，一切法得成于人啊，修学不能成就，第一个因素就是你不能忍。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遭遇的孽缘很多，不仁就不能成就啊。环境再恶劣，啊，别人轻视你，毁谤你，侮辱你，都要接受。要是不接受，发个脾气离开了，我们学习的机缘就断掉了。到哪里去学？啊，到哪里去再找一个像李老师这样的老师？找不到了。纵然有，他不肯教你。这老师肯教啊，啊，所以我在台中当时，啊，几个关心我的、照顾我的人，我给他表态，只要李老师没有让我走。任何人给我苦难，我都接受，我决定不走。啊，我要学成了，我自然会走；我没有学成，我不走。啊，我在台中住满了10年。最后学了一部《华严经》，我才离开。啊，离开，我在台北讲《华严经》，啊，第一次
我记得那一年，民国60年，我在台北第一次讲华严，所以这个成就啊，是很大的忍耐。学习的心态，真诚恭敬的，学业是附带的，德行是第一的。所有这些障难，我都感恩。为什么？他们在考验我。我是每一关都顺利通过。我也看很多同学，有人到台中来亲近李老师的。老师一个星期上一堂课，一个星期讲一天经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教正规的活动两次，讲经是2个小时，2个小时有翻译，实际上1个小时。教学一个星期一次，3个小时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一个星期佛学课程实际上是4个小时。有很多人到台中住1-2个月，3-4个月走了。为什么？时间太少了，要在这里住很长的时间，他受不了。不走的只有我一个。我为什么不走？老师一个星期4个小时对我来讲非常时候，我通通能把所学的东西消化掉。他要一个星期讲10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我消化不了。这是真的。所以我听一堂讲经，我准备的工作至少10个小时。听经之前做预备工作。我自己先看，先找这些参考资料，仔细看一遍，然后再听老师讲。他讲的跟祖师大德的注解有哪些相同，有哪些不同。他为什么要这样讲？揣摩这些意思。换一句话说，我每个星期学习有所得了。法喜充满了，他们学习跟我不一样，只是去听讲经、写笔记。我不是这样的。老师知道。他不许可我写笔记，
啊，听讲的时候专心听就够了，用不着些比。为什么呢？境界年年不相同啊！你今年写的笔记，到明年境界提升了，这笔记完全没用处，浪费了很多时间，也分心。啊，就是专注去听，听懂的就懂，听不懂不要去研究。一直听下去，清净心慢慢形成了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你听经有悟处。这个重要啊！啊，讲台上不是一样画葫芦啊，一样画葫芦教初学的，训练他什么？就是训练他忍耐，训练这个字啊，不准你发表自己意见，老师怎么讲你就怎么讲。啊，训练你的耐心。这要知道教学的意趣。啊，真正能忍耐，你就得好处了。啊，这是古人所说的，事出事发。不能忍耐就不能成就，一切法得成于人。三藏法术里面都是最精彩的片段，啊，经略论的精华了，《般若经》里面有讲十人，啊，这是人王般若波罗蜜经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，《华严智章》里面也讲十种人，同学们可以做参考。啊，我们在此地呢就不必细说了。细讲要很长的时间。我们看下面经文：于诸有情，常怀此人呐，何言爱语？劝于策进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。无有虚伪谄曲之心。这个一节经文只有七句，可以说是我们学佛成就的秘诀。这七句你真具足了，你一生决定成就。这七句你都没有，你这一生肯定没成就。
前面四句慈和劝谏，后面三句真心见思，真感于诸有情，这个对象广大没有边际，对一切众生常怀。念念当中啊，有慈悲心，有慈悲，有耐心，和言爱语是态度。这个态度能感动一切众生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上云：惠利群生，慈也；人力成就啊，仁也。常怀慈人这一句，总结前面两段经文，会是恩惠呀。不施恩惠呀，利益众生，这是慈悲；人力成就，这是人，说的十种人，是故于诸有情常以慈人为怀。真学佛了，众生无论做错什么事，甚至于是对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伤害，比如毁谤、侮辱、陷害，通通能够忍受。为什么要忍受？我要消业障啊！业障障碍了我的自信，我不能明心见性，就是因为有业障。境界现前就是业障现前。善缘好人，顺境好境界，称心如意，这个境界现前，是不是业障？是业障。这种境界现前，你欢喜啊！
欢喜就想控制，就想占有，这不业障现前了。你的清净平等觉失掉了。圣经里面要用平等心去看待，不要放在心上啊，心里头只有如来的经教，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，你业障就消了，历尽恶缘啊，环境不好，你在这里受苦受难啊，恶缘遇到的是恶人，都是憎恨你的，讨厌你的啊，侮辱你的，陷害你的，这恶缘啊，你在这个环境里头，你会生嗔恚心，是怨恨心啊，业障起现行了。啊，如何能在这个境界里头，还是用清净平等觉？不受外面干净，这个环境的干扰。这个叫做真修行了，业障真消掉了。所以你懂得，无论什么环境啊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，会修的人天天在消业障，处处在消业障，时时在消业障，业障消尽了，智慧就现前。好事不是坏事啊！啊，不会修的呢，在这个境缘里面，业障增长。心得完全被掩盖了，透不出来。啊，透出来的全是烦恼习气，这样下去，来生果报在三途。啊，会修行的人，无论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都不放在心上，都用清净心看待，平等心看待，感恩的心看待。啊，经教里面学习到东西，要在生活上去锻炼。如果经教跟生活脱离了，烦恼习气一丝毫没有减轻，啊，经教只是口头上的一点之见，不起作用啊！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给了生死出三界，断烦恼生菩提毫不相干啊！这个不会学。啊，我这个一生看过很多，会学的人真的不多，寥寥无几，不会学的人，所谓盲修瞎练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不是佛法不灵，是你学错了，啊！
你真的不会学。那么这一句，与诸有情，常以慈人为怀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它太重要了。这样才叫菩萨心肠。你原来的心肠都自以为是，别人都不如我。你这种优越感、傲慢的情绪，轻视别人，那是什么心肠？三恶道的心肠啊！那学佛造三恶道的罪业，还是要多三恶道。一生讲经教学的法师，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名闻利养，没有一点慈悲为怀，来生还是堕地狱。讲经的法师怎么会堕地狱？讲经是另一把事，心行所造的是三途罪业。你造的业当然受果报，不能因为你讲经教学，你就可以不受果报，没这个道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学佛就要从这里学起，要常以慈人为怀。何言如何之容也？还原观四德里头，如何制止？讲太多啊！在逆境恶缘里头，更要和颜柔和。把过去现前不善的缘呢化解。佛在经教上告诉我们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不给人结怨，要常常记住化解。续施精神，我们给众生结了多少缘？有善缘，有恶缘，还有无忌的缘，那说不上善恶。要懂得如何把这些化解掉，把一切有缘的众生都转变成法缘，作为自己的同修伴侣。
我们要在这些众缘之中提升自己。不懂得提升，就会在众缘当中堕落下去了，那就错了。在一切境缘当中要晓得提升，不要遇到境缘现前就堕落。善缘顺境就起贪心，逆缘恶境就起嗔恚，那你错了。贪心魔鬼道，嗔恚地狱道。缘是决定离不开的，牵涉太广，时间太长，我们没有续命头，没有天眼头，看不见不知道啊。从佛经里面得到这么多信息，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跟大众相处不是简单的事情啊。底下会说句，内力妄然，故外外常文火，故曰何也？那么修这个如何制止？还是要把烦恼放下。妄然放不下，如何现不出来啊？内力妄然，那是真功夫啊。真学问啊。不是，信得现前了。常怀慈悲是信德，慈人。和言爱语都是信德，我们要想放下，必须先看破，看破一定在经教上有相当的悟处。要有悟处，一定对经教先要熟悉，要明了通达，然后才有悟处。有了悟处，你的心态完全就改变，就正常。心态正常，外面的态度、言语也都正常。经不能不读，不能不学，佛不能不念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